这群大小朋友们唱唱跳跳，是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的岁末围炉暨人间大学成果展，并表扬默默付出的发心义工群。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致辞时表示，特别感谢各界贵宾给予佛光山服务的机会，这是体验了今年佛光会主题共生与共荣。在谈共生的时候，要具有慈悲心，要具备融合的观念，也就是说这个世间我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。司令大队分队长简立清督导，人间佛教基于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的理念，慧传法师也一一颁赠星云大师墨宝给各区服务的义工，希望能让人间佛教可以走入社会，走入家庭，走入每个人心中。现场还有空灵乐声演奏，太极与扯铃表演。那整个活动，不管在静态场或者是动态的表演，都是学员们他们一年的一个成果发表。然后让我最感动的是，整个典礼充满着一个温馨，让我感觉有家的感觉。这是一场盛大喜悦的聚会，集结各方的发心，一起把人间佛法继续传递下去。在场的人也用自己的手机祝贺所有人。恭祝新宝和尚及全球佛光人新年快乐，云水自在，祥人间卫视屏东综合报道。